屁股痒，屁股痒，现在我突然看到那个，沙漠那边场景变了，场景变了，未来非典会用人家看得见的速度快速的把那一带的，场景改变掉，会改变掉场景改变掉当然了，一方面是让人家知道，这个变化；另外一方面，让，加深人家印象当然，一般的人，很多人就不会往好处去想，他们会往，坏处想，往坏处想，就纷纷的，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坏事纷纷的把那个原来的土地就卖掉了就很廉价的把它卖了，好，好，那我知道了，好，再见，